520已经卸任了。过去在劳动部服务6年多，我非常重视技能人才的培育，也曾经2次亲自率团到国际参加比赛。那虽然现在已经卸任了，但是因为在卸任之前有答应国手说要亲自来为他们加油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抵达这个法国里昂。那么待会也要参加这个国际技能竞赛的开幕典礼。今年的47届国际技能竞赛是在法国里昂举行，我国共派出50个职类、58名国手，11个表演赛，1个职类、1名选手，要和来自69个国家1400名的选手来切磋竞技。上次2022年46届的国际技能竞赛，我拿到6金13银6铜17优胜，在所有57个参赛国家，我拿到全世界排名第3的好成绩。那希望今年呢，也能够有好的成绩表现，期待我们的国手都能够夺牌。那也为台湾队来加油，大家为国手加油。